아, 저거. 记得关注再走哦。你要外卖？怎么又是你啊？嗯。抓住吧，干活你俩快走开！好，好了，哎，别动啊！我吃他爸爸，到我弄一下呗。我没空啊。弄完了，我请你去我家吃饭。我差点给我放啊！热情的。 哈哈哈哈哈！
你别笑。想办法吗？好的，老板，你等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！